那张先生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大了。大了吗？塞不下吗？啊，塞不下。这应该它太小一点，应该。我说你那个前面就太小了。快点，你干嘛？你爹，好可以啊。感觉出水还蛮多的嘛。对，你这已经有多少水了？出多少水啊？不是，它已经直接压出来了的。压出来的。不行，倒给我，这个太大了。好，那我进来，我进来。再换个角度。太大了，太大了，下去了。操，不行了，装满了，再装满了就够了。什么装满了？就那个大杯子装满了。大杯子装满了是吧？对。对啊，我说应该还是蛮多的。那怎么搞？换个杯子装。没办法，就这一个杯子。待会儿就慢出来了吧？我看着。啊，可以暂停吗？可以啊。暂停的话，我们可以用那个杯子先接自己的杯子先接点出来吗？对啊。不行，就这样吧。暂停。我先暂停。